今天天气特别的热，难得我们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，所以今天下午呢，决定带我爸我妈去山里边纳凉。你把管也撒透了，再把这个蜡烛三段器都我全系列这一表，哎，两手手。哎呀，美的很。一溜也吃了。这一溜再吃起吧。我给小宝把东西准备好了，咱走。管也好了，咱都走。走喽，小玉米。走，哇，现在这会了，太阳正是热的时候，赶紧得到山里面看一下远处的秦岭呢，依稀可见啊，不过离我们家了开车估计还得40多分钟吧，不过看起来直线距离很近。对，玉米看爷爷给你把水箱都准备好了，洒水袋了。猪哥，把咱们全家组织起来，咱们今天去哪个峪啊？秦岭要72峪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对这也不太懂，咱就在环山路上跑，看见哪个峪顺眼咱们就进哪个。好，你说行不行？可以吗？那就随缘吧。现在我们是顺着108国道准备一路向南去往秦岭，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武功的高速路了，然后这边呢是高速路口，这一块有一个雕像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啊，知道他是谁不？哇，真帅。好酷呀宝贝。我们你看，它后边就是那个啥，有个水库嘛。哦。西安人吃的就是过水。对，西安人民的水源供给就是这个黑河。现在我们是来到了秦岭72峪的田峪。对。然后在环山路也不知道往哪里走，就随便来到这里了。感觉这里的人也挺多的啊，周末。车都停了这么多啊。这好嘛，这，哦，春山巍巍嘛。凉风习习嘛，游人络绎不绝嘛，哎，这么好的地方嘛，哎，好的。那咱赶紧不得西瓜拉丝老板？啊，那行。扔到河里面行吗？哎，咱搁水里来一泡嘛。还拉点些，你倒回咱水嘛？你。啊，对。呀，你还没耍水，光让水。你倒往春山巍巍嘛，佳木穴翻涌，好棒。没那么词语来的，在这要低调一点呢。你都说个凉快的很，啊，水平的很，凉飕飕。啊，我都想了，不要说的太文雅的啊。看见没？没见呀，这有人多呢。啊。对，现在我们是到河边了，这个都是山泉水，从这个秦岭山脉里面流出来的。今天来逛的人简直是太多了，因为最近几天了都是高温天气，所以大家都来这里乘凉了。我们准备找一个地方走到河的对面去，能过去不猪哥？差不多吧。哇，好凉爽呀，看一下我妈和我爸。哇，看一下猪哥太搞笑了，刚刚走这个瀑布的时候把鞋被水就冲走了，然后这回来是穿了一只我妈的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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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远处的美景和一望无际的蔚蓝天空，哇，就跟一幅油墨画一样。哇，太爽了！小玉米老想把他的腿给伸到水里边去。哎呦，不容易啊！一天4000万个米，人少地多啊！一天是东跑西走的。这两天寒着，你就多陪陪吧啊！好，没问题。我发现都是我俩在跟家娃也开心很啊，看我娃开心的，开心的啊，别伤心。然后我没想到在山里面就是纳凉的人特别多，看来大家都挺那个啥的，挺享受生活的。对，这边还可以抓鱼，这个小姑娘呢，骑了一桶鱼。漂亮，赶快吃！啊，还有你呢！哎呦，好棒！哈哈哈哈哈！
嗯，这地方美嘞，咱下一次来的时候吧，在那个烧烤炉子拉上，咱再把烧烤。咱爸已经把下一次的计划都安排好了，爸，完了下次13以前不再准备啊，你啥不？行行行。烧烤也是你啊。啊。